无影无踪，不再相信谁能把谁救赎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，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方站。其实谁啊？没人。再拿个土黄。黄。我觉得主要的话可以在修竹，我觉得这个底色有点就是早啊！早。给。谢谢。画呢？已经帮你存好了。谢谢啊。这个只是初稿。你们拿去看看这个创意可不可以用，还有很多细节我都没有做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是新的牙刷，还有毛巾，你拿去洗漱。我做完早餐和你吃完之后，我送你去上班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我实在是画不出来了，没关系，我找人画了。找谁了？咱们开个会。嗯。就是这人了。啊，对，就是你啊。弄错了，弄错了，弄错了。这张。厉害了！哎呦，这幅画，这幅画营造的是一种就是视觉效果，不是普通第一人称的那种视角。
组长，这个老师是谁啊？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？我一定好好的跟他请教请教。等会儿，你先跟我说这画你花了多少钱？这画不要钱。嗯，啊？那你赶紧把他招进来呀，等什么呢？对，你把他招进来，我美术总监的位置就让给他了。你们倒是挺敢想的，这画是田秀竹先生帮忙画的。田老师。嗯。